你喜欢高阶机器线条眉还是初阶手工线条眉呢？优秀的纹绣师不做选择，当然两个都要会。手工线条眉的线条感、纤细感强。如果你是新手，手工线条眉上手快，上色也快。手工线条眉好入门，也叫浅显易懂。机器线条眉线条效果自然灵动不呆板，易上色易留色且不留伤口，相对传统线条眉更加自然生动。客人想要呈现的效果你会吗？只有优秀的纹绣师才能在两种技术中游刃有余，同时学会手工与机器线条眉，只有增强实力才可以做选择。